好，我们刚刚第一节呢，已经把存在主义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做说明。那我们回到书本呢，要开始讲学术的用语，也就是说啊，哲学家呢，他至少不会像我这样跟你讲这样的一个方式呈现。他都讲那个有字天书啊，所以我们要把一些术语啊弄清楚。而这些术语呢，很不幸的也是考试的题目啊，所以各位脑筋要转一下啊，转一下。当你能够懂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不怎么样啊。但是你不懂的话，就很难进去。好，所以125页刚刚说的是存在主义产生的两个背景啊，两个背景就是说，第一个人的处境，实质的社会处境已经变成螺丝钉，而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说，他们对西方传统哲学，一直以客观性作为有意义、有价值的这样的界定呢，给他了180度的一个反动啊，他认为说，反而主观的意义跟价值呢，在个人的人生层面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各位要把这两个背景记起来，再来翻到126页，我们来看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一个 key sentence 啊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呢，你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他是在讲存在主义。126页导数第三行啊，那边有英文啊，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，简单讲叫做存在先于本质啊。126页导数第三行，提出这句话的是沙特啊，那个话文念 Jean-Paul Sartre 啊，Sartre，他的女朋友是谁知道吗？你们念女性主义啊，波娃。波娃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《第二性》啊，女性主义的这个最早的啊，非常的名著，已经有中文翻译本啊。那话文呢，中间有一个"德"的话，代表他的祖先是贵族。啊，祖先是贵族啊，他的姓呢，中间才会有一个德。那如果是德文的话呢，中间有一个翁啊，比如说戴高乐好了，戴高乐的话文名字应该夏了啊，夏了得够了啊，得够了啊，夏了得够了，戴高乐有没有听过？那个以前法国最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啊，是戴高乐是把那个德啊翻译进去啊。那英文我们念查尔斯 （Charles），查尔斯话文念夏了啊，念夏了，因为他的 R 念和的音啊，他的 R 念和的音啊，念夏了。就在我们现在也很多话文啊，你们大概也可以听到啊。不过话文听起来有时候怪怪的啊。那个用闽南话讲，非常谢谢你叫 “Merci beaucoup” 啊，有人把它解释成 “Merci beaucoup” 啊，那个很多很多。然后非常的 sympathetic，我们说一个人非常的亲切，叫做sympathetic 啊。然后话我念 samba 啊，念很 samba sim 啊 sym 那个 pa 嘛啊，太 samba 啊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啊，这一句是考试题目，所以我会讲三遍。第一遍你都不要写，你把它听懂，你听懂以后再来第二遍再来整理啊。我想你要自己整理才有印象。我先把存在先于本质啊，先把第一遍详细解释完之后，第二遍你再来自己把它归纳啊。也就是说呢，第一句话你要写的就是存在主义非常强调主观意义跟价值，也就是说他认为主观意义跟价值是最重要的。那每个人如果要能够以自己的主观意义跟价值来过生活的话，那等于要怎么样？要排斥周遭的人对我们自己的什么干预？对不对？啊，再讲一遍，就是说在逻辑上啊，逻辑上呢，就是说存在主义，因为它认定主观意义跟价值才是一个人活得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一个基本的条件，所以变成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不应该让别人指指点点啊，所以呢，他必须要排斥怎么样？排斥周遭的人。当然，每一个人周遭人从小就是父母师长啊，对个人的什么这一个干预啊、指点。所以呢，存在主义认为啊。这样的一个存在状态跟人造物相完啊，你先不要抄了，因为这边还要解释很多。所谓跟人造物相完，在沙特他不是讲人造物啊，沙特实际的人造物是我讲的。沙特举的例子是 knife paper，不，对不起，paper knife 啊。所谓 paper knife 在英文里面就是拆信的刀子，他以那个拆信的刀子呢。作为例子，他说啊，拆信刀
或者你把它想成所有人造物，所有人造物在还没有被制造出来之前，它的本质就被决定了，没有错吧？桌子、手机，对不对？包括房子，任何的人造物嘛，啊，它没有主动权，它没有主观的权利嘛。所有人造物呢，在它还没有被制造出来之前，它的本质就被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人造物的存在状态是本质先已存在，对不对？所有人造物啊，它的形状啊，它的功能呢，都是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被人把它决定了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人造物的存在状态是本质性已存在。但是如果照存在主义的观点，应该是每个人来塑造自己的本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，要按照自己主观意识来活啊。那既然是按照自己主观意识来活，那就是说我们的本质不要给别人去塑造，我们要自己塑造。而自己塑造的话，我们的存在状态刚好就跟人造物相反，是存在先于本质啊。以前大学生不懂这句话的也不叫大学生啊，一听到存在先于本质，就是代表存在主义的这个最强烈的这个等于是一个争取啊，它等于排斥所有外来的东西。当然各位可以看到了，这是非常主观啊，非常极端的一个观点，但是逻辑上没有错啊，逻辑上不完全错啊，当然我批评我等后面再说。好，这是他的说法啊，就是说任何一个题目你先把他的意思先讲好啊，他的意思先讲好啊。所谓存在先于本质，就是说我们人呢应该排除别人对我们的界定，而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自己界定自己的本质啊，就存在先于本质。简单讲就是存在先于本质是每个人存在的理想状态啊，理想状态，因为这表示你的主观意义跟价值可以得到怎么样，得到实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都是给别人塑造的话，那你的本质先已存在啊，恐怕我们中国传统啊，那个听说当医生儿子的话，当医生的儿子好像也要变成医生嘛，啊，那表示说他还没有出现呢，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决定要怎么样，要继承他老爸的这个位置，那表示呢，他的本质是什么？被别人界定。